各位旅客，你们好！美丽的马来西亚，旅客们，准备好你们的行李，飞机马上就要到站了，马上就要下车了。哎呀，呀，糟了糟了！你看我一激动，把飞机说成车了。嘿嘿，妈，双喜，被我看见了啊！你刚才在干什么呀？就像演戏一样，那个嘴里头啊，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说了这么一阵子，哎，有点好玩啊！哎，妈，你这个行李是谁的呀？是谁的？我自己的。你的呀？哎，双喜啊，我要跟你说件事情。妈，你不要激动，慢慢说。我跟你说，你要是知道，就要把你吓死。哎呀，你现在这个样子才要把我吓死呢。妈妈要出国了。出国呀？真的呀？哎呀，好神奇呀！可不可能的事情嘛。哎，双喜，我跟你说。说嘛。我要到新马泰一游，新马泰呀。妈。是你在做梦还是我在做梦？肯定是你在做梦。你知不知道到新马泰要花多少钱啊？哎呀，哎，脑袋烧得发烫啊！我跟你说，我不要钱的。不要钱？嗯，那肯定就是要去偷渡。那个多危险，我绝对不会让你去，坚决不让你去。哎呀，你呀，真想得出来那种事情是我干的吗？哎，我跟你说。这个事情还要从那面粉说起。面粉？什么面粉？就是妈在坚持不懈地吃的那个面粉，嘿，突然的、意外的、偶然的、碰巧的、千载难逢的。哎呀，妈，你就一口气说完嘛！这样的、那样的、乡下的、街上的，你真是把我急死呀，汗水都急出来了。说，妈是中了特等奖，新马泰十日游。你知不知道全西南才五个人，好难得呀！总共才五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我。真的呀？哎，真的呀？哎呀，阿妈，你好好的运气啊！你运气太好了，新马泰。哎，我看一下你手，妈，你这个不是一般的手，更不是普通的手，你知道这是什么手？你这个是抓钱的手呀！哎呀！妈，你出国旅游啊，可不可以带家属啊？哎呀，就是让带呀、我也不会带的。哎，啊，为什么呀？哎，你想啊，外面的世界多精彩呀，我要潇洒走一回。哎呀，我要坐飞机出国了，你妈这辈子恐怕就只有这么一次了。哎呀妈，你运气简直太好了。你可以旅游，你可以去潇洒走一回啊。哎，双喜，哎，双喜，哎，怎么了？我跟你说，哎，你千万要对外保密呀、对院子里的任何人都不能说。我知道，我知道。二嫂，今天穿得这么光鲜，啊，什么事情这么高兴啊？笑得脸都歪了。我跟你说，但是你谁也不要说啊。嗯。我要出国了！啊，我中了特等奖，新马泰十日游。真的呀？哎，你搞错没有啊？新马泰，新马泰，新马泰有多远？你知不知道？我听别人说了的，那海棠溪过河。本节目由澳门新葡京娱乐城独家赞助播出。打开新葡京娱乐城官网3w.99446.com，500万提款，火速到账。官方直营，大额无忧。都还要走好几天的路呢，你以为？我怎么会错呢？你看，这个就是我从那个面粉口袋里发现的，上面写着的“特等奖，新马泰十日游”。你就凭这么一个奖券你就相信了？城里这种事情太多了，骗人的事情也不少。
我觉得你这个事情还是问清楚了再说。哎，你说这个是骗人的？哎呀，反正这种事情出过了的啊。二嫂，你我是农民，不要整天呢乱下汤圆吃啊。这种事情还是当他没有的好。哎，哎呀妈，我知道你要出国了，但是你也没必要整天把你这个行李看着的嘛，真是。哎，妈，你怎么了？你怎么在叹气呢？双喜，哎，今天我把这个事儿给你来福叔叔说了，他说这个可能是个骗局呀。骗局？啊，什么意思啊？妈，你说清楚点嘛。他说现在城里很多人都用这种办法来骗别人的钱，其实这个奖票根本就是假的。他还说要我当没中奖那么想。哎妈，其实李叔叔啊，我觉得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啊，你想一下，你那个一袋面粉值几个钱？他凭什么无缘无故送你到新马泰去旅游啊？那个要用多少钱？我看他是吃撑了没事干了。再说那个李叔叔啊，他经常都在城里跑，这些事情他见得多。嗯，说不定啊，你这个特等奖真的是假的。但是我还是不相信。双喜，我觉得什么事情都要去试一下呀。哎，这个简单，妈，这样干脆你把李叔叔叫上一起到那个领奖的地方去一问是真的是假的，不就清楚了吗？哎，对呀。哎，对哦。别着急，别着急，这个事情啊，只有你去问啊。哎呀，二嫂，你快点走吧。哎呀，来福，我有点紧张。你紧张什么？这种事情它有的也是真的啊，真真假假的，你现在搞不清楚，只有去问你才知道。但是、哎、好了好了，你不要但是了，走吧。哎呀，你自己又想去新马泰呀？哎，怎么回事啊？去了这么大半天。哎呀，双喜，你别在这晃来晃去的嘛，晃的把我头都晃晕了。很大把岁数了吗？哎，龙姐回来了，回来了。哎，李叔叔，啊，妈，双喜，哎妈，怎么回事啊？你去问了怎么说呀？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去问了，他们说呀，中奖是真的啊，但是啊，要先交500块钱的手续费，作为意外收入的税金什么的。哎，李叔叔，什么税金呢？你接着说，摇什么头啊？他这些东西啊都是骗人的啊，这个每次他们都是这么给你说，你中奖啊，你中奖啊，然后就叫你交钱，等你把钱交完了，他也没什么反应了，就什么证据也没有了。怎么可能呢？我们拿了钱给他，他肯定要给我们办事呀，他不怕我们去找他吗？难道他还敢这么死不认账呀？就是啊，你去找他呀，他就跟你说这样手续那样手续还没办下来。哎，钱可以退给你，但是要扣回一半。哦吼，你又损失了一半的钱啊！这还是遇到好的，你要是遇到那些不讲理的话，他给你来个死不认账，
你还不是只有把他看着呀？妈，这次可能真的遇到骗子了，都还好人家李叔叔及时发现，要不然无缘无故的损失500块钱呢。周阿姨，干脆这样，你就这样想行了，你想干脆就当没这回事发生，这样想是不是吧？就是，只好这样想了。新马袋就这样泡汤了吗？那也太快了点吧。哎，万一这次不是假的呢？那我不是要毁一辈子？哎，文雪，我知道我妈干什么的，我不是，哎哎，妈，你干什么呀？哎妈，我发现你这个礼拜呀，你都在这儿一转一转的，你在等人吗？我没有等什么人，我只是随便在这儿走一走。走？哎妈，你有什么心事吗？我看你这个样子呀，好像有什么事儿啊！别骗我，快点说，快点说，究竟什么事儿？哎，双喜，哎，我这次真的可能被骗了。啊？骗？来，妈，别着急啊，来，坐下，慢慢说，究竟怎么回事？那天我回来之后啊，我越想越觉得不甘心，所以第二天呢，我就把那个钱拿去了，拿去给他们了呀。赵阿姨啊，赵阿姨，我爸早就跟你说过的，这是个骗局，你还不相信？你想，如果中奖他是真的话，现在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了，人家肯定就应该派人来了。那问题是，我如果不去试一下的话，我很不甘心呐。哎，算了算了，妈，500块钱没了也就算了，但是啊，你一定要买个经验教训，以后千万不要相信这些中奖的事情了。洗脸的帕子啊！你要洗脸帕呀？哦。啊，双喜，这儿，这儿，啊。妈，你最近这段时间是怎么回事？怎么一天到晚心不在焉的？哎，也没什么，我只是觉得无缘无故被骗了500块钱，我心里不舒服。你还在想那个事情啊？你想半天有什么用啊？难道你还把那个钱想得回来吗？啊，算了，就当买个教训吧。啊，500块钱买个教训，那也太贵了吧。
双喜，嗯，你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呀？文学啊，你看我妈整天这么怄气，愁眉苦脸的，你帮我想个办法嘛。哎，你妈整天这个样子啊，也确实麻烦。但是你这么一时之间的，叫我想什么办法吗？你经常说你的是科学家的脑袋，电子脑袋，你帮我想一下嘛。哎，办法我倒是有一个，只不过你要出点血。出血？嗯，就是出钱。哦，这个有什么呀？为我妈好啊，只要不看到她整天这么愁眉苦脸的，出点血有什么呀？说什么主意？来，我跟你说。请问，啊，您是不是赵素芬女士啊？哎，我是，我是。啊，好好好好。你是？我是面粉厂的工作人员。上次您买的这个面粉啊，中了特等奖，我给您送过来了。哎，你是面粉厂的？哎，哎呀，太好了！你知不知道我等你等了好久了？那你就把这个特等奖收下嘛，这一袋面粉。啊？这就是特等奖啊？嗯。哎，不对哦，你们那个奖票上明明写的是特等奖新马泰十日游啊。哦，对不起对不起，那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这个特等奖啊，就是一袋面粉。还有上次你拿给我们工作人员的500块钱，这里一分不少，我给你拿过来了，你看看。哎，哦，不去新马泰也没什么，有一袋面粉还是很不错的。哎哎，谢谢你了，谢谢啊。哎，不用谢不用谢。啊，请你放心，今后啊，我就凭这个特等奖，我就可以一直坚持吃你们的面粉。哎，感谢感谢感谢。哎，那我走了。哎，好。哎哎哎哎哎，慢点走啊。哎，好好好，慢点走。哎哎。哎，双喜，嗯，你觉得我那办法怎么样？绝了。真的不缺，科学家的脑袋，我妈这段时间啊不但高兴，而且容光焕发的，和前一段时间啊完全是两个人。我早就说过的，我这个办法呀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想，我们只要让你妈感觉到她没有上当受骗，那就对了。哎呀，无非就是花了500块钱而已。再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个钱流来流去还不是流到我妈包里哦，是不是啊？嗯，只要让我妈高兴，不要看到她整天愁眉苦脸的，哎呀，花500块钱都值得。双喜，哎，你这么想啊就对了。你想吗？难道你想看到你妈整天愁眉苦脸的样子呀？就是啊，像现在这样多好啊。哎，弄了半天这面粉厂的事是双喜安排的呀。算了，还是不说出来。哎，请问赵素芬女士在不在？哎，我就是我。哎，请进，请进。啊，进来，来坐，来坐。啊，你好，是这样的，我是面粉厂的，今天过来呀，就是给你送这个特等奖的。哎，怎么又来一个？哎，你给双喜说，我已经知道他的孝心了。叫他不要再找人装面粉厂的人了。装面粉厂的人？我本来就是面粉厂的，有什么好装的嘛？我今天来就是给你送特等奖机票的。哎呀，你是不是还要装啊？我跟你说，什么事情多了就没意思了，现在还要拿特等奖来气我呀？哎，你不是在我们那儿登了记，交了500块钱的吗？工作人员跟你说过的，我们会通知你的呀。哎，你一说500块钱，我还想起来了。哎，你是不是准备把我交给你的500块钱还给我啊？反正都是双喜给我的钱，我不要白不要。那你把钱还给我。我真是没搞懂你在说什么。你交给我们的500块钱，我们已经交了税金了，怎么还给你嘛？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想贪污我们双喜的钱啊？我知道，我们双喜肯定给了你钱的，把钱还给我。哎哎，你这人真是的，我今天好心好意给你送奖过来，你就这么不领情。那好，算了，我走了，你自己去领。哎哎，你怎么走了？你
哎呀，哎，妈，干什么呀？你怎么横冲直撞的呀？哎，你还问我？你心里最清楚了。我问你啊，那两个假面分厂的人是不是你找来的？妈，弄了半天你都知道了。哎呀，我还不是怕你整天这么愁眉苦脸的，你要高兴。哎呀，双喜啊，妈知道你的心，而且用你自己的钱来贴我。但是你要找人来装，装一次也就行了，哪还用得着一回又一回的？一回又一回的，什么意思啊，妈？哎，妈，我只叫我们同学来过一次，什么一回又一回的呀？你只叫了一回啊？啊，那刚才那个女的，她也说是面粉厂的，是来给我送特等奖的。难道她不是你叫的？肯定不是我叫的呀。她不是你叫的？啊，那她，哎呀，难道她真是面粉厂的？真的是来给我送特等奖的？妈，不可能吧？哎，双喜，还愣着干什么？那个女的没走远，快去把她追着问清楚，快点，快去。哦，那你等着我。哎哎。就很